好，咱回先回到上节课内容啊。上节课讲什么来着？上节课讲的是个自然，是吧？什么叫自然呢？哎，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哎，什么意思？自己燃烧起来了就叫自然，是吧？大自然就是整个这个都是自己燃烧起来的。哎，自己燃烧起来。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太阳，太阳就是一颗恒星啊。为什么能够发光发热啊？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光彩，照得我们心灵的花朵美丽可爱。为什么呢？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恒星，它就能够发光，能够发热，还能够发射电磁波，是吧？那么这个宇宙当中不光太阳一颗恒星，浩瀚的宇宙中有很多很多的恒星都在向外辐射着能量，只不过离我们比较远，是吧？哎，晚上的时候呢，太阳呢就是我们看不见，但是这个月亮能够反射过来太阳的光辉。哎，那个大海里的水啊，让太阳这么一照，就蒸发起来，蒸发起来形成乌云，乌云打雷下雨也向外辐射电磁波，是吧？这都是自然中的电磁波，自然中的电磁波，包括地面上，是吧？地面上。哎，地面上这个地心里边有很多这个铁盒，向外也发辐射着电磁波。地面上的人呢，哎，人也身上有热量，是吧？36度、37度，哎，也向外发射红外辐射。哎，只要是有温度，就向外发射红外辐射，红外线，红外线。那么没有物质的地方呢，整个宇宙当中都存在一个背景辐射，就是电磁波。所以电磁波即使没有物质的地方，它也是存在的。哎，整个这个宇宙呢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上次讲的是光啊，电磁波的这个自然啊，这次讲什么呢？这次讲阴啊，这次讲阴。什么叫阴呢？哎，没有光哪有阴呢？没有阴又哪有光呢？都是相辅相成的，相反相成的。有黑有白，这我们才能看见。看什么呢？就拿这个眼睛一扫啊，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暗，是不是有黑有白就看明白了？哎，不光我们能扫，哎，拿手机也能扫，咔一扫，扫一个，哎，有黑有白什么意思？其实这是编码之后的网址。我们看什么呢？我们不看这个，我们看蓝天白云，是吧？什么时候看呢？什么时候看呢？哎，就是在这个光阴的流淌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万事万物。那看的是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万事万物在光照的情况下，这光阴光影的变化，光影的变化。哦，这个一天当中，有的时候有光，有的时候就变成了阴凉的。哎，就连没眼睛的单细胞都能感觉到，是吧？你把眼睛闭起来，一片云飘过来，你都知道它挡住了太阳了。为什么呀？哎，它其实就是能够感知到的。就是不断变化的。后来眼睛进化之后啊，这个能够知道哪儿亮，哎，哪是发光了，就能看到太阳。太阳的位置，我们就知道现在大概几点了呀，是吧？哎，纯天然的，哎，几点了呀？太阳现在几点了？哎，现在太阳现在几点了？太阳的方向就告诉我们了。早上起来，太阳的颜色也不一样啊，是吧？一早上起来又大又圆的，是吧？哎，晚上呢，它这火烧云。它这颜色也不一样，就知道这个时间了。这个不同的这个时间呀、啊，这个阳光啊，普照着大地，啊，普照着万事万物。说普天之下，是吧？哎，就全这整个什么叫做普天之下呢？就是整个的啊，太阳光这么一照，它这里边本身折射出来，就是它是白光，是由七种颜色。当然，它其实这里面是波长啊，不同的波长混合在一起。形成的这种白光，啊，白光，那么这就是什么颜色呢？赤橙黄绿青蓝紫，哎，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哎，这就是一个光谱。除了光谱还有什么谱啊？还有乐谱啊。那什么叫乐谱啊？哎，乐谱的谱就是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是吧？光谱是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乐谱是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那么这个到底什么叫谱啊？这什么叫靠谱不靠谱，是吧？到底怎么来的？哎，怎么来的呀？这个谱啊，比如这是一太阳，是吧？这是一太阳，这太阳上面是什么呢？并立的两个人
啊并立的两个人，相当于好像好比好像天空同时出现俩太阳似的，哎，形容阳光灿烂，晴空万里，非常的普照，普照啊，普照。这个普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谱啊，谱乐谱，它就是也是有声音的，哎，它就是有一种广泛的适用意义，说普世价值是吧？普遍的规律是吧？包括这个波罗蜜啊，什么叫波罗？哎，普遍的、一般的，哎，就是智慧啊，波罗蜜多心经嘛，它是有梵文的这个单词来组成的。这个白光闪过其实是由七种颜色或者说由不同波长的这种电磁波所组成的，哎，那什么叫电磁波来着？变化电场产生的磁场，变化磁场产生电场，哎，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说晒太阳的话，其实是用皮肤感觉到这个温暖啊。我皮肤为什么能感觉到温暖？其实是一种电磁波到这儿有一种能量是吧，哎，是加剧了原子的运动还是什么原因，总而言之皮肤这块热起来，热起来通过神经传导到大脑就很清楚了，很清楚了。当我们说到这个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哎，我们说的是这个天亮了，天黑了，这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时间，某种程度是一种光阴的变化，是环道，是日月星光在地球上面的投影啊，哎，是地球上的投射。什么叫时间？我们说现在几月几号是吧，现在是这个2013年的11月啊7号，那么今天其实就是它有一个年份对吧，说几月什么意思？其实月份对应着什么呢？月份其实是一年当中，哎，有12个月嘛，地球在绕着太阳是一年转一圈，一年转一圈，说第几月说的指的是什么呀？太阳这地球在太阳系它旋转的位置，哎，那么说几号什么意思呢？几号今天几月几号，哎，说的是这个月亮的阴晴圆缺，哎，一个月这个太阳就绕，不是这月亮就绕地球一圈了，包括我们说几点几分的时候，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地球自身在这旋转，自身在这旋转。当然还有更大的记录范围，比如说60年一甲子，那就是整个太阳系，这个整个太阳系木火土金水是一个大循环，是一个大循环。那我们呢，就是60年，咱可能赶不上一个，是吧？赶一个啊，也就是，那但是它就可以很适合记录时间，是吧？记录时间，比如说这个，辛亥革命是哪年？辛亥年，是吧？戊戌变法哪年呢？戊戌年，哎，戊戌年。那这个甲午海战哪年呢？甲午年。说这个土木扰之变呢，哎，这就不是，这就必须得是这个年份是吧，前面是天干后边是地支，这样才能表示呢。那其实我们在出生的时候，除了受到父母的基因有决定性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时空。你在什么时间在什么位置出生，很大程度决定了你的身体状态和这个整个生命的过程。为什么说这个天秤座的人就容易这个优柔寡断，容易犹豫，不能下定决心，是吧？天蝎的这个人呢，相对来说就容易走向一条道啊，不再犹豫了，直接就走向一条道，是吧？这个决绝啊，决绝。为什么呢？这里面其实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这个不同时间出生的人性格不同啊，这不同星座是吧，不同属相，为什么这个属相跟那个属相它就不到头啊，是吧？哎，为什么这个就是它其实是有很多微妙的经验上的东西。哎，60年这个一个大周期它是太大了，太大了。还有一些很短的时间，你说把一秒分开了，1000微秒是吧，1000微秒再分开了，缪秒啊，纳秒，皮秒，再分，永远它分不分，它有那么一个时间点，永远它有那么一个时间小小段是吧，时间小段。那么我们现在叫时间，那古人叫什么呢？就叫光阴是吧，光阴。它其实是一种说法，是一种说法。那么肯定有那个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就是这个念头啪一闪的这个时间叫一闪念是吧，一瞬间一刹那。这个其实就是也是
对于我们去把握这个时间，就是现在这个点，到底是有多快？嗯，那反应能有多快啊？这个 CPU 都有它自己的这个反应时间，但是比 CPU 会越来越快，还有没有更快的？哎，应该是有，是吧？肯定是有。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对于时间的理解，就是在地球上，然后有年月日这样的说法。那这是一种地球历，是吧？地球历，当然这个应该是一种我们现在的一种历法系统啊。如果你现在住在月球上，那应该有月球的历法；如果你照在太阳上呢，应该有太阳的历法。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时间呢？什么才是真正时间？这有点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作为一个人，其实就是一种内心感受，是吧？我们全神贯注的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就是有能够感受到一些东西。比如说捏橡皮泥是吧，或者画画是吧，或者做瑜伽，你全神贯注的时候，很认真做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但是你觉得无聊的时候呢，又觉得时间很慢，哎，怎么还不结束？这什么时候到？哎，是就是一种煎熬。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我们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过程，是一种心理的感受的过程。刚才说过去，我们管时间叫什么呢？叫光阴，光阴。什么叫光呢？哎，一个人举着火炬嘛。一个人举着火炬是很光很亮，对吧？哎，有火光嘛？哎，这个不光人懂这个光，哎，包括这个大公鸡也懂，是吧？咯咯咯一叫啊，雄鸡一唱天下白。它怎么就是因为它唱所以天下才白的呢？还是因为它白了，就天亮了，所以它才叫呢？因果之间呀，这是有关联性的。哎，总而言之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事情它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相关关系它就关联起来了。总而言之，就是能够通过它叫来，这个天就亮啊，天就亮。还有很多动物都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是吧？就是哎，夏天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个鸡鸟啊，蝉，它叫的最欢呀，晒的热的时候，它叫的最欢。那什么时候又不怎么叫呢？假如说阴天了。或者太阳下山了，或者一片云彩，那就停一段，一会儿再叫，哎，就有这样的规律。什么叫阴天了呀？什么叫阴天了？哎，什么就阴就是阴阳的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整个这大地反正就是由土堆成的这种，一起一伏，有山峰有山谷的这种感觉，是吧？山谷如果有水呢，就变成了河，是吧？变成了河，所以这个山的南边是吧？这太阳能晒得到嘛，是吧？水的北边是阳，山的北边背阴的地方就是阴了。你看这是什么部首？府字部，府字部，哎，一座山的样子，一座山的样子。包括这个上面有一个，这是一个云彩哈，这是一个云，这是一个太阳，是吧？这是一个太阳，云呢？挡住了太阳，看不见了，怎么样？阴天了，阴天了，这是所谓的阴啊阴。比如说这个很多地方都是根据地形来说它是阴的，比如说江阴呐、华阴呐、淮阴呐，哎，都是阴。阳当然也有了，阳当然也有了。那么这个有了光，有了阴啊，就有了光，就有了什么呀？阴影，有了阴影。就太阳在这一晒，它就有长有短，是吧？有长有短，有长有短，就可以根据这个长短呀来看时间了。光和影在一起，光和阴影在一起就是光影，是吧？说摄影啊，玩到最后玩的是什么？玩的是光影，光影光影其实就是光景，是吧？我们光就是看到的光，影呢就是黑地儿呗，黑地儿呗。哎，光影其实是一个。看到的情况啊，看到的空间的状态，但它其实也是代表时间的。时间和空间最早是不分开的，哎，是不分开的，哎。那么这个不分开的时空，我们怎么样知道它的变化呢？我们怎么知道？怎么通过这个看到的这个空间的这个阴影的状态来知道时间呢？哎，这个就是。日晷，比如说，哎，我们可以有一些打印日晷的东西，比如说你搜打印日晷，可以现成的东西来打印，哎，根据你的
这个所在的纬度，然后得到这个角度，得到这个角度之后，咔一照，照了之后找到这个时间点，是吧？哎，太阳其实总是从这边升起，从那边落下，是吧？哪边升起哪边落下，反正当时可能还没东南西北呢，就是升起了落下，经常走，是吧？走一圈啊，就是一天，是吧？这绕过来就是一天。你每天看，可能没有这么个明确的东西，但如果说那块有一棵树呢，是吧？如果那有一山包呢，每天都跑，每天都跑，哎，这就有规律性，是吧？有规律性。刚出来的时候，这个光影啊是什么样？这个光阴是什么样？哎，这个到中午了，大中午的太阳当空照，是吧？哎，这个又是什么样？是吧？到落山的时候，这个影子跟光它又变成什么样了？它的颜色呀，它的角度啊，哎，这个光阴似箭，揉一下就过去了，揉一下过去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嘛。哎，后来呢，我们就有了高科技的方式，这就已经很高科技了，是吧？已经很高科技了。后来有更高科技的方式，这是记录一天的，一天容易记，是吧？一年呢？一年刚才看这个，哎，这太阳搁在这儿，夏天的时候到哪儿？到这儿，下正午时分嘛。到这儿，这边是南边的太阳，正午的时分正好落在这儿，是吧？冬天的时候好比在这儿，那么他每天就在这儿做这什么呀？做这个周期性的运动啊，周期性的运动。为什么会做这周期性运动？因为一年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圈呗，哎，它就有这规律性的。夏天影子短，冬天影子长。夏天的时候太阳中午能在脑袋顶上，冬天的时候太阳也挺老远的。哎，那有没有什么又能记一天的时间，又能记一年的时间呢？哎，这样的东西，天和年的这样的规律就有了，不同的刻度，不同的档位，是吧？积累这个日壶里的水啊，来滴入月壶，月壶里的水呢滴入星壶，星壶有一小洞，是吧？滴多了，哎，就会流出来，保持恒定。这方法挺有意思。啊，后来其实就是用机械的方式传动，就精确计算，这是纯天元、纯生物、纯水的方式，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可是也有一节，如果是冬天，这东西就用不了，为什么呢？冬天天寒地冻，零度以下嘛，零度以下就结了冰了。外国有一些不怕结冰的，什么呢？沙漏，是吧？沙漏，哎，看看，哎，这就咱说话就是一炷香的功夫，人家是一沙漏的功夫。是吧？啊，这个沙漏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精密啊，这个得用玻璃，这个工艺其实就很精密了。包括这个外国的这个机械发达起来啊，机械发达起来，我们其实一开始机械很厉害啊，很厉害啊，水运浑天仪是吧？这个能够看到天时的变化，也有相应的传动装置。啊，也有这样传统装置。通过这个，我们就知道什么呢？我就知道什么时候是冬天了，什么时候最冷的时候，什么时候最热的时候，是吧？这样就有一年的规律。什么时候啊、哦？春天还会就马上就来了，要不然这大冬天呢也没有个盼头，是吧？就是傻等不行。哎，大概什么时候？还有几天？这最冷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最冷的时间怎么办呢？哎，过年呗，过年呗，这不是过年了吗？人其实要学着这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星球之上最重要的是这个一年四季的这个天时的变化，这个天时的变化非常厉害。一年四季地上东西呢得法天嘛，地法天啊，地法天怎么法？长冬天不长啊，夏天长，是吧？春天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就有了吃的了。哎，动物就能吃了，人就是动物，对吧？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哎，五谷杂粮都有节气，都有什么？那人呢？人就是吃这五谷杂粮的。哎，人就得人法地啊，地不是法天吗？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怎法地啊？哎，人就该吃什么时候吃什么，吃点时令的，吃点本地的，是吧？上边顺着天时，该加减衣服，是吧？该防风，是吧？该怎么着就有节气的。上顺着天时，下得着地利，地上长出来五谷杂粮，哎，咱吃着，是吧？中间达于人和，哎，不跟人打，不跟人闹，是吧？高高兴兴每天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个呢就属于跟上点了，啊，就是跟上节奏，就像共振似的，咱这身体跟这个地利啊，跟这天时啊共振起来了，跟上周期了。哎，
那么这个共振起来有什么好处呢？一天当中你共振起来了，那就是顺着来呗，该睡觉时候睡觉，该醒的时候醒着。一个月当中呢，阴晴圆缺是吧？月亮引起人的这个潮起潮落，身体很多都是水是吧？也有潮起潮落，也有情绪的变化，顺着来是吧？一年当中呢，春夏秋冬是吧？人体其实也有相应的变化。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嘛。说你这个60年一个大周期怎么样一个规律，五运六气全都踩到点上了，哎，那你叫什么呀？叫运气不错，运气不错，赶上点了，运气不错，运气好，走运嘛，走运就容易效率高一些，效率高一些，哎，效率高一些。那么这个外国其实就有这个。更好的，应该说他们在机械这个领域更进了一步，他们做什么呢？做出一种传动的装置啊，所谓运气不错，运气不错，说的是什么呀？说的就是这五运六气。五运六气在哪看呢？哎，《黄帝内经》里边就可以看到，《黄帝内经》里面不光说五运六气，还各种各样的这个四气调神大论，它调的是什么？哎，一年四季调的是神，是吧？调的神，把这个人这个节奏啊赶上点儿，赶上点儿。那么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么这个外国其实西方国家也有这个记录时间的这种机械装置啊，跟咱这个不太一样，是吧？不太一样，什么样呢？哎，你看，好多小齿轮啊，是吧？小齿轮。这数它这叫传动装置，传着动是吧？传中动，有这个秒针转一圈，它就这个分针走一格；分针转一圈，时针走一格，是吧？它就传着动嘛。哎，这一圈多少？说这一圈啊，这个1天24小时分成12个小时跟12个小时，就是 AMPM 嘛，是吧？现在这就说 AMPM，那会儿不知道，就一圈一圈是一圈，一圈是一圈。1天24小时，你说为什么24小时？怎么就不能是25小时呢？哎，这不是偶然的，它肯定划分的时候有道理，是吧？为什么是12个生肖、12个星座？它肯定这里边它有原因的。哎，每个小时多少长时间？60分，是吧？60分60秒，这里边为什么就是60？不能是65吗？它肯定是12的倍数，而且又是5的倍数，它不是偶然的。哎，包括这个以前的一些禁制啊，60进制。玛雅好像用的就是60进制，它不是偶然的，一定有一些原因。但是这原因落实，具体到咱们这儿就是知道现在几点了，是吧？这个以前玩过游戏，老狼几点了？哎，告诉你几点了，说现在几点，一看时间就知道了。这几点干什么呀？哎，这几点睡觉是吧？11点之前必须睡觉。哎，这个包括这个下午2点的时候，这个怎么着得见个人。哎，就得不是那么随意了。哎，人就变成了一种，就跟这发条似的，他拧好这发条之后就带上劲儿了，带上劲儿，人家变成这种机器似的了。但其实人是一种生命啊，人是生命，这个机器里边可以有控制面板是吧？可以有这个设置，可以有很多，就是但是人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灵活性，灵活性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钟表啊，这个齿轮也大啊，这个看得也清楚啊，多大个呢？这大本钟嘛，大本钟，这个上满了发条，说是这个人像上满了发条一样，这种比喻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人呢、啊、物化，就是即使你是人在这个钟楼的面前显得这么渺小，这个钟楼就显得很强大，我人就变成了钟楼里的怪人似的。哎，就是有点不像这他那么精确，他那么严密，是吧？我见很多人都是非常精确、非常严密啊，非常严谨啊。我这就不成，这方面就差一些。当然，这种动力最根本还是要靠人，是吧？要靠人去拧发条，哎，去就是以前钟的话就是撞钟，是吧？这个人这个就拧发条嘛，拧发条，定时间就得定得很准确，哎，3点见面。聊1个半小时是吧？哎，这个非常非常的严格啊，1分1秒都不差。咱以前就是，比如说是这个3炷香的时间啊，这香呢到底是怎么吹不吹啊？啊，是吧？这个风大风小啊，是搁树林里，是搁僻静地儿，
这不知道，是就没法说。哎，那么当然这个座钟，这个大钟呢，它可以开始特别大，是大家看时间就到广场上看，哎，几点了？几点了？看后来家里有一个出来的时候好知道时间，说广场见面，三点见面。那我不能说我这家里有一个也有一个大座钟，这大座钟在家里就能看，是吧？钟表业它其实也一开始没那么精确，是吧？时间那个到一定时候它得调钟表，哎，这个是因为发条这弦都用完了，上的弦都用完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它就到就不好使了？就是总而言之，它过一段时间就得调这个表，包括我们这个天为什么有闰年闰月，是吧？这它也是它得调一调，对准了，哎。后来逐渐这个座钟就变成什么了？变成手表了。手表什么样？更精密。什么的就是小型化，是吧？这还怀表一开始搁怀里边，后来直接搁手腕上系上了。人人就变成了一个戴着手表的人，是吧？这就说没有不戴手表的那不行，那他没有，他不守时啊，他容易迟到啊。哎，八点上课，你非要这个八点一刻到哪成啊？你为什么迟到了？又没有手表，买个手表，这就变成一个守时，就有了所谓的守时的人跟守时的民族，是吧？像这个没有手表之前也没有什么守时的人、守时的民族，他也跟咱一样，是吧？看着太阳，哎，大概几点了？太阳落山之前，我要把这块地给耕完，或者太阳落山之前，我要怎么着去趟家？哎，这个。大概几大差不多就得，是吧？这个我这个内心深处其实有这样的这种感觉，就是很模糊的差不多就得的这种得过且过的心理啊，不是特别那个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其实一方面说明这其实一种很好的一种原始的天然的状态。哎，我们顺天时是没问题的，但是别把自己弄得特别特别精密啊，特别的没那么精密啊，因为你一旦一种方式精密之后，你可能就丧失了内心最重要的这种感受，这种什么都没有想，但是却是用心、用身体、用一切感知器官、用灵魂去感知世界、宇宙的这种感觉，这个其实很重要。我觉得，当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逐渐慢慢出现了，不是用人来拧的动力，而是用什么呢？而是用电池，而是用电池来进行它这个动力的这个制作，啊，动力制作，这是拆开了这个表，是吧？拆开了表，小型化、微型化，什么都是小型化、微型化。您仔细想吧，从这个电脑到这个收音机，到这个通信的电话，各个东西其实都在小型化、微型化的过程当中，啊，都在小型化、微型化的过程当中。这个电池呢，它有这个电，是吧？有电它就可以让它传动起来。这个基本传动装置还是用的这个机械的方式，是吧？还是用机械方式。后来电引入进来之后只是用电池，然后这个电池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小电动机的东西，有电就动这个一段时间让它动一下，一段时间一秒钟动一下，一秒钟动一下，最终呢它代替了原始的发条。但是整个结构其实还是母结构，还是这个机械式的，母结构还是机械式的。这个汁儿啊、拨的呀、时针、分针啊，包括整个这个调节这个拧的这玩意儿，它是怎么着？哎，推进去就可以调节分针、时针，它还是机械式的，但是这就逐渐，它就往电的方向在转换。啊，后来这个材质逐渐变成人工的塑料，而不是这种金属。金属那工艺是相当高，塑料其实可以就是生成的，它不是那种切割的或者铸造的方式，而是一种就是塑料的方式。塑料，而且成本就变低了，甚至还可以出现这个有相应的集成的芯片啊，集成芯片，用芯片去有这种计时电路啊，5535计时器、定时器，哎，定一个时间，定时间干嘛？哎，定时间，比如说叫起床啊，或者显示时间呀、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它这里面会有一些晶振，会有晶振。什么叫晶振呢？就是这个晶体振荡器，它
决定这个到底多长时间是往前走一格，多长时间是往前走一秒，多长时间往前走一秒。哎，比如说石英就是一种氧化硅的结晶体啊，这种有天然的也有人工的，这个一般这个电子表都用人工的晶体啊，震荡多少次这是一秒，然后再有电路，当时都是分立件，分立件，什么叫分立件，就分开了一个一个都站立在这个板子上，后来就出现集成件了，集成到一块儿，直接把相应东西一插就成。由于这种模式呢，它后来逐渐显示的部分跟调节的部分，刚才不是用拧的方式吗，后来就变成这种方式了，就是这种数码管，八位数码管的方式啊，内部集成程度更高，电路变成了从这个，就是基本上到这儿就是数字电路了。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单片机，但是数字电路就够了，但是就是这它需要相应的一些芯片，需要相应的一些芯片。那么这个由于使用了更精确的记录方法，可能这个时间就更加的精确，比如说秒之后可以记到秒之后的十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哎，说这个人跑步，他跑到了这个世界第一，他为什么跑到世界第一？是多少秒啊？那以前只能说差不多是几分钟，马拉松没问题，但是这个一百米跑，这他肯定是奔着这个非常精确的时间来衡量的。啊，不是说咱像咱以前似的，这个一两个时辰是吧？一两个时辰，这不是，这就是很精确，精确到秒之后的东西。那以前没有这个可能性啊，这个秒针就一哪那么精确？现在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甚至它可以集成到一个手机的这个液晶的屏幕上看，什么都集成到手机上了，是不是？看图片，听音乐，看视频，玩游戏，看时间，收广播，什么东西都可以在手机上面完成。然后这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古老的手机，还没有彩屏是吧，还没有彩屏，但是打电话啊，听广播啊，看时间啊，都没问题了。这时候逐渐这个戴手表的人会降低，从 BB 机那会儿就是，哎，就降低了。这个手表原来还得通过这个广播来校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听这个广播突然间就中断了，滴滴滴滴滴滴，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7点整，噔噔，哎，这就出现一个音乐什么的，哎，出现一个音乐什么的。这个现在这个报时就有相应的授时台，什么叫授时台呢？就是告诉你现在几点了这样的台，授予你时间的这么一些台，甚至于有一些这个手表，高精尖的手表，它能够直接去接收到这个频率的信号，然后就直接就自动校准时间了。我们电脑比如说它有没有校准时间功能？它有啊，它怎么就跟谁校准了？它跟一个时间服务器，时间服务器又跟谁校准啊？哎，这就有时间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主时间，说整个世界的主时间在哪儿呢？它就肯定有这么一个主时间的调节器。哎，这个所有的手表、所有的手机啊、智能机，甭管你智能不智能，它其实都是要和这个同步的。谁呢？它的名字叫这个时间基准，时间基准就是primary clock。 primary 什么意思？第一的，首要的。 clock 呢，钟，首要的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母钟，就是所有的钟的妈妈。哎，你们都得跟着我这来是吧，或者这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钟啊，这最重，它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它有的呢，就是全世界它要同步，全世界1963年的时候，这个各国家都会有这样的。它用什么做？色元素，不光要精确到千分之一秒，而且要甚至精确到百万分之一秒。谁往这个小数点后边推的级别多啊，10^14次方量级啊，这就是很厉害了。我们国家在不断的努力当中，越来越进步。当然，就是相当于每国家都有自己的主钟啊，主钟，这主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哎，在哪儿呢？哎，咱国家就这一台啊，就一台，在这个国家授时中心，我们国家就是告诉大家时间的这么一个地儿。原来的陕西天文台啊，在这个陕西蒲城，蒲城，它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就是差不多临潼啊，啊，这个位置有专门的这个时间记录啊，还有专门的这个发射装置，就全国它要辐射开啊，辐射开。最早的时候是这个周总理让弄啊，非常的，我觉得挺重要的一个事儿。中国有自己的时间，不是说有自己的时间了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是这样哈。哎，这块有呼号啊什么的，它这个从这块全国都得听它的，全国都得听它的。用什么呢？有不同的频段，不好几个频段发的同样的信号。哎，就是类似于原来那个滴滴滴滴，就有点像这个，就是说到整分钟的时候，包括整小时的时候，它就有相应的声音，有相应的声音之后，它就可以用了。什么地方会用得到呢？比如说这个金融机构，哎，这个北京有一个金融机构啊，那个深圳有一个金融机构，那么这些金融机构，它到底怎么算这利息啊？这个按哪儿的时间来算呀？就是各有各的服务器，同步一下不得了吗？那同步那服务器，你同步到谁啊？是不是？你同步一个共有的服务器，然后这个服务器它里边是一个有 CPU 是吧 ？CPU 它里面有这个自身的晶体震荡，它有自身晶体震荡是多少兆赫的或者多少 G 的 ，1.6G 的这个东西本身它可能也是有误差的。它误差一点点的就会还差很多，咱们差一秒的，但哪儿说了算，哪儿权威，哪儿定义时间，你这多厉害，定义时间的地方是吧？啊，敬受民时的地方以前，那什么什么什么人，应该是，就是等于是部落酋长似的，告诉大家现在该过年了是吧？现在该怎么着了？现在该这个种地了，这好厉害，好厉害，包括。各种精密的这个仪器仪表是吧？同步制作，哎，这个时间点，这个航天飞机同步，天宫一号、神舟飞船能不能对接？哎，这个什么时候来？就听它的，由它来定义时间。哎，所有的机器上面，所有的服务器上面，它最终妈妈肯定能从它这来。哎，说这个发射这夸夸夸辐射开了，靠什么呀？用什么辐射？哎，有这个短波授时天线阵列，听起来就很酷，对不对？哎，就向外就辐射开了。这为什么有圈圈？我就不懂了。总而言之，就是很厉害的感觉，很厉害的感觉。它不光这一个，它应该有不同的长度的这个频段的，哎，不同频段的，就保证每一个频段都会有。每个频这收音机也能收到，差不多是这个15000兆赫这么一个频段，好像是有一个收音机能收到的。天上怎么告诉卫星啊？哎，天上怎么告诉卫星啊？用这个抛物面走，卫星听我说是吧？现在几点了？哎，就这么着就知道了。哎，卫星知道之后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就定义好时间了。这个时间。用过去的说法是什么呢？用我们传统的说法就是光阴。光阴其实就是我睁开眼睛看到有地方有光，有地方有阴，就是光阴呢。光阴这一天就流转过去了，今天又流转过去了，明天又流转过去了。从太阳在那边到太阳在这边，从阴影在那边到阴影在这边，哎，这一天就过去了，一天一天又一天。那么这个看起来这个光影是在空间当中。其实呢，它是又在时间当中，所以光阴又是时间，这个就是光时间空间本是一体的。所以以前有这么一句话嘛，这个叫用心体会，用心体会。什么叫用心体会？就是真正用自己的内心去体会它。心经嘛，心经有这么一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可以应用到什么呢？应用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光和阴之上。
光当然不应该，光阴本是一体的，时空本是可以用到时和空之上，时不异空，空不异时，时即是空，空即是时，包括这个电磁是吧，电生磁，磁生电，电不异空，空这个 电不异磁，磁不异电，电即是磁，磁即是电，它也是这种互生的这种双角线螺旋式波浪式的东西，我们认知规律东西也是这样的，包括物质和能量，物质能抛离能量而存在吗？能量能抛离物质的而存在吗？都不可以。其实包括我们这个世间最本质的因果，原因产生结果，结果又产生新的原因，原因又产生新的结果，所以因果是一体的，时空是一体的，电磁是一体的，物质能量本是一体的，不要把它分开，不要把它分开。这次呢，我们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